我们现在用这个攀石的自动缓降供这个水牛坑里面的这个最大斜坡，然后时速可以看到可以设定到2公里、哦、也就是它最低的 1.8 公里。然后这是攀石 S1 自动缓降，然后我们来看、哎、可以拍一下中央仪表、哎、看它是怎么去控制四轮的、哦、它的悬吊啦，然后打滑轮啦，所以个哎，结果它差速器是这样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攻略一次。小高，我们刚刚没拍照哎。哦，好，我们来拍，来拍，等一下。来看是谁呼叫啊？这小温，就陡坡环境。好啊，下车来拍。没感觉吗？你现在陡坡环境吗？对啊，你如果刹车的话，只控制方向而已。对，你刹车哦，会怎么说？那个山里面那边啊，真爆胎。过来有没有？嗯，都没感觉啊。陡坡环境真的。不是、啊，你不看外面不觉得恐怖？对啊，不觉得恐怖啊。我就下来，就上面那边嘛。不会，你就是看那个荧幕嘛。上去顶点的时候打又打到死，他就过去了。